哎呦！嗨，好快呀，姐姐！哎呦，晚上好！啊，天哪，好疲惫！晚上好，晚上好！好耶！太疲惫了，哼，晚上好。好耶，赶上了，哼哼。我这么晚来啊，因为我刚排练完回来到中心，我还是跟了小五的这一趟很早的车的。这个那个就是这个是自动加的那个。个草莓益菌多，这造型可爱，的确。谁去和他们过生日？谁啊？辫子编了多久？半小时吧。我刚到中心，我还是赶了最早的一趟回的中心。你是这套衣服啊？就是这套衣服啊。小五真的是，我是赶着跟小五这一趟车回来的，让我先喘口气。不知道，我先喘口气。对了，今天在剧场先跟你们，就是剧场打了一个招呼，露了一次脸。太累了，今天。我就是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疲惫，太疲惫了。谢谢好吃吗送的0.1分，今天辛苦啦，先喘口气，我待会儿再去。哎，柳柳才是特种兵啊。因为我只是排了两首歌，但是柳柳要排好几首。谢谢小溪的巧克力。下播我还得去理我房间的东西，因为我明天打算先把一些杂物给搬过去。我先不打算住，但是我准备先把我的杂物给搬过去，就是一些不用的东西我先搬过去。嗨呀，亲姐姐，还好，我真的没有前辈们忙，只不过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了前辈们的不如意。因为今天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，今天控场不是我嘛，然后今天我们现在控场是我。我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了小五控场的不容易，因为我今天是看他真的太累了，想让他好好休息。因为他真的，小五今天真的很累，然后我说要么我来控吧。然后就想了几道，然后剩下的那一张纸都是我写出来的。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控场的不容易，虽然是一只长一只了吧。因为也算是学习到了一些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算是学习到了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今天拉票嘛，大家都很忙，所以基本就是我询问一下大家的意见，然后自己大概想了一下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弄这些，真的是第一次，感觉小五真的好不容易。晚上好，控台的前辈真的都好不容易啊。我其实不足的地方挺多的，也但是怎么说呢，要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总归得先吸取一些教训，就比如说要吸取一些教训才能成长这个样子的。对，控制控制把自己搭进去的。今天就是单纯只是因为看小五太累了，他今天有四首歌，
要上四首 units， 还有两个助演，两个 units， 两个助演。然后，从做造型开始，就是忙忙碌碌的。对，有时候控场是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，的确是因为做控场意味着你随时有被扣工资的风险，比如我，比如这次。就是随时都有被扣工资的风险，这风险你随时都要把工资给搭进去的，然后也会把自己给搭进去。谢谢于心送的秋天的奶茶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应该的应该的，是吗？我今天这造型我爸还说特别丑，他没品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他说他不懂，这是最近很流行的，但是不是那种很千禧的造型嘛。然后我爸说他很丑，真无语，他不懂，他品不来，他品不来这种造型，就是他不懂。跟他说就是本来是一种很千禧的造型，然后我就搞成了一种那种很多巴胺的造型，看我头上全是五颜六色的，但是还好没有弄特别多，因为我怕我跳着跳着掉装备。然后他们后台的成员就在说，不愧是饭色偶像，我弄这种造型我就搞出了一种福娃的感觉。今天掉装备了，我弟满眼都是小熊。我有啊，我买了很多。自己推在过生日，我一会儿也去了，让我再喘口气。他还爱着，的确。为啥不去看过生日？因为我刚排练完，我刚急急忙忙的赶回中心，然后我回到中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包放下，然后就开始放。那个就开始播了，没掉，节目效果没掉，好好的呢，好好的呢，好好在这儿呢，好好的呢。谁生日？好像是薇薇生日，今天不是615吗？薇薇几生日来着？啊，问于心的，那没事，我去，可能蛋糕就吃不到，我现在就去。什么？要吃不到蛋糕吗？我现在就去。我能不能把你踢了？不行，让我先去吃蛋糕。我现在造型其实挺好看的。让我穿个鞋子，还好，看我今天就是很好看，他这个造型就是很好看。看一眼我们中心的走廊，哎，怎么这个视角？看一眼我们中心的走廊，全是箱子，全是箱子。好。我来了，生日姐。没有那个，可以进来，没位置了是吗？你进就那个空地，你说你脸以外的任何一个。好的，那我干嘛？太黑了，我粉丝说我这像鬼片。好热。你粉丝他怪时间不会的嘞。哎，我粉丝说我这像鬼片。我们这个就是。天哪，羡慕我生日在寒假一个人都不在。就是过年的时候。对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的粉丝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好长一群。鞋子特大号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也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。感觉大家是在团建。我来，18期待在一块是这个样子的。怎么说？杨馨予的粉丝也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你爸呢？你的粉丝，我等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蛋糕好不好？让我浅吃蛋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郁金香吗？这是浅吃的蛋糕。杨桔梗，我是谁呀？尝尝我的奶茶。对呀，光是打了有一点点的不好看，但是没关系。有没有可以太奶开？我想喝一口。可以，我的是茶，尽情欣赏我的美貌。好，正是现在有同学生的日子。好，我的粉丝可以生日快乐了。这话说的
这话说的。生日快乐，再说一次。应该是，哎，是这样切还是这样切？都可以，随便你。可以抢蛋糕了吗？分蛋糕。生日快乐！明年1月27是周六，而且每到春节，搞不好能有一场公演。但是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般新生公演前一周就没有公演的，就放假回去了。但是我是本地人，挂着我的直播。我的直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吵，真的睡得着吗？不是我生日送我干啥？现在可以说生日吗？谢谢，那不是我生日。我觉得不好说，明年。大家先吃。哎，你看他那个抖音直播，粉丝先吃，第一口吃。来给他吃个。明年1月27我已经是前辈了，明年1月2727都进来了。不是有一点吵，一群女孩子在一起是这样的，这么巧，是吧是吧？听我念了啊，琪琪，明年，老妈妈祝你生日快乐，明年，老妈祝你生日快乐，别吃了，我明天一晚上就补了，是吧？晚安，明年，明年1月27的时候，27都进来了，我已经是大前辈了，生日快乐。大河马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也无法理解，我一个人，懂吗？我就是我一个人，蜷缩在这里，我蜷缩在这里。对，之生活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就是阿宁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一屋子人待在一起，很明显的，谁是爱人，谁是艺人。谢谢 KK 的蹦迪，谢谢 KK 的蹦迪。今天其实我还管理了一下开心了，今天中午都没。好的，天天生日快乐。就是一堆人待在一起，就是很明显的看谁是爱人。好的，亲姐姐，我感觉我弱小无助，蹲在这里。没有名字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爱人是这样。欢迎你们小姐姐的说话。我就是。想起了我刚出道时说的五八还好，但有7个女人。是的，那一天有7个女人在他的房间里。爱人表示生气。我现在真的好弱小无助啊！我一个人蜷缩在。有一点。嗯，其实我不能。还有那个别的吗？那么快？没有，才用了2天。进第二天了。不会坐我屁股下的吧？你们明天有人搬家吗？你搬吗？你也不搬，我自己做的，我自己说。谢谢西蒙兔兔子的荧光哈，你不要说出来吧。好弱小无助的爱人。这还有，炫蛋糕，只要蛋糕够好吃，就不会害怕。的确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还有这么多呢。你快，你要999了，快去谢谢他，快去谢谢你的999。谢谢，你好的哟，我看见你今天给小熊带了4个999，好像还不止4个呢。该怎么吃呢？太甜了呢。让我们一起说，谢谢红色版下的999。哇，这好值得，1个999可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小午餐一起。8个真不错。OK， 我给放在这儿。真不错啊，这个角度显得我没有太甜了今天。今天在站吃累死了，不过很嗨。鸡翅被 P V 了，你被 P V 了，哎呦！果然是受不了妹妹的。有点期待那个新宿舍，感觉。我也是。对不起，我不搬你也搬不了。明天你可以去看看先呀。你可以把一些杂物先搬过去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小心袖子，谢谢。送了都没感谢，崩溃！天哪！啊，今天哇，好好吃的。哎，看这样看起来好像我吃了一整个蛋糕一样，它其实还是蛮小的。哎呦，我有脑子吗？你要有脑子。这个视角好像没有地方坐吗？难道？坐叉子啊！弱小无助。可以开空调吗？你看一眼嘛。供水，我们说。来，很热着了。嗯，夏天就是要出汗。来，是吧？这个位置声音怪怪的。没事，我稍微靠得近一点就听得见了。爱人的音量真的比不过艺人。谢谢，来，张嘴吃蛋糕，谢谢。剩下那9块都是我的。我赞同，我赞同。不吃我还看不起你。好吃。我可没喝，要不然你别给
觉得一个房间里太容易看出来谁是爱人，谁是艺人了。你真不客气。那就你能在好可怕期间吃完这一块吗？艺人好可怕。这不是你立的 flag 吗？我只是说我就这么吃，因为你后面都不分了。这个小饼干，我从进来开始，我就是一个蜷缩的状态。直播间问说这个小孩是一谁？Yes， 你发现了吃不完。我从进来开始我就蜷缩到现在。是的，很硬很硬。这太硬了，这个。我要那个。给姐姐吃一口，给你们吃一口。李玉也是典型的艺人。好聒噪啊，一群女的。你别叫，他叫的一声来着。你们艺人都这样吗？是的。再喂一口。好快！天哪，觉得我的粉丝很可怜，大家都没粉丝先吃，我在这里哐哐大吃中。给蛋糕。我也请你们吃蛋糕。我也请你们吃。这个光。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讲话。闻一闻，这个香味。就是，艺人都是会边喂边说话的，爱人只会默默的为自己的粉丝吃。爱人只会默默的喂给粉丝吃，艺人会边吵闹的边喂给粉丝吃。我吃了。吃一口火龙果。我不想跟你那么吵，安静吃蛋糕好吗？你们艺人真好恐怖、哎呀，我们本来要拿个蛋糕去拍照的，怎么给吃了？没事，你明天再点吧。明天再点一个，来干蛋糕吧。干杯，干蛋糕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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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照，干干，我进不去了。哎呀，我都要吃饭了。晨曦，你是不是喝了？我也觉得他是不是喝了。我直播间人一定要被我们就。我也觉得我的直播间要被我的吵死了。看嘴啊！谁不吃的？谁不吃的？就是你们才发生了什么？因为有一块。说的什么话？太恐怖了！别带我。不是我，习惯了这个世界。你们假装没发现，艺人好恐怖啊！我被艺人吓到。加速太快，放肆的太快。你们这么嚣张，心虚自大。我心动不明，迷人的迷，致命的吸引力。你先向我靠近，哔哔哔哔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听。你不是一挨人吗？好恐怖啊！没办法。我真的有被吓到。好恐怖啊，这个世界。SNH。好恐怖啊，这个世界。好恐怖啊，这个世界。我感觉好恐怖。叫什么意思吗？来，继续吃。啊，受不了有这些。蓝莓被我吃了。天哪。可脏了。好可怕。我居然不记得。什么我居然不记得。什么我又忘了什么。忘了什么不知道。记性太差了，太可怕了，这个事情。昨天发生一件很不对的事情，为什么？我也在想，为什么艺人 MC 不多说一点，但是艺人私下都很。我们俩昨天半夜从舞房回来，然后我们特别热，然后晚上好，走在我前面，特别害怕。他进了屋以后，他抄起了那个遥控器，他就开了空调，没有真的喝了，然后空调都漏水了，他赶紧他说漏水了以后，他突然对我说。赶紧把遥控器那个拿过来，然后把空调关了。融入艺人，就是耍太子吧。他不是你看了吗 ？MC 上控场的还是个 I 人啊，受不了了。谢谢大西瓜柠檬海，就是他自己忘了他自己开了空调。我大概是就是在舞台上。然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完全我脑子就没这段记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在。谢谢银河一北的高级马卡龙姐姐，早点休息。请看。生日视频。波波，一般看来姐姐今天是很喜欢我的。都是要你就是一起给粉丝。等我回去慢慢讨论我今天泡茶的这件事情。大家要跟我一起吗？今天真的漂亮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有点紧张。小资不吃奶油的哦。我18分钟喂。18分钟。嗯。好长。让我们。谢谢王星光海。
什么谢谢驴的什么什么欢迎光海，等我的让我们方台就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就是可以就是先睡，然后明天一早上就可以吃，一早上起来就可以看见我的视频翻盘。啊，啥视频翻盘？我的视频翻盘呀！要不要先尝一口？你今天晚上不能吃，也是太麻了。我要是变 I， 我要是变 E 了，应该也是 ENFP 吧？好吧。那我先回来，今天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。发呗。那我就开始了，给你们表演一个那个左右 wink。只要叫我吃，我就一定会吃。给你们表演一个左右 wink 好吗？啊，这都不能投屏的那种感觉。你还要投屏？你要投吗？我们房间发不起，都不知道能不能用。那是我的。那是张翰颖的。对的，他给我了。谁能帮我用一下？我来。大家看，大家看我左右 wink 啊，看。你好好啊，怪不得排第一个。嗯，我像个小偷，可怜弱小又无耻。别溺爱我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好吗？要鞭策我。你居然是女生哎，我以为你是男生。这儿，谢谢。我是垃圾处理器。好恐怖！别溺爱我。姐，你怎么这么帅啊？出来干什么啊？脑子有画面了。一个屋子里有多少个艺人啊？哎，他是不是今天也来了？这个屋子里好像就我跟佳佳两个。张老师，你是爱人还是艺人？我十安十一，我的百分比就是59%。哎还好，45%也是安。这个房间艺人过多，还好有块蛋糕。张老师，看我一口，他们说让你看看。哎呀，你歇会儿吧，感觉好累呀、啊。张老师说：“刚好和朱哥山，好恐怖啊！好恐怖、啊，好恐怖啊！从明天开始减肥，每天都从明天开始减肥，受不了。怎么都是搞走心派的？没有人给你整活呀、就是那个？我给你整一个。我本来你整。”嗯，你这不行，你他们两个在比赛整活，李鱼和陈信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想那个什么来着，太可怕了，这个是因为我们赛就是没排嘛，我想回家来着，但是因为一直要排练，所以就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成。但是就是去整了个大卧蚕，然后上来是把火蚕，啊，我的头发，就是这个垃圾桶。打了个那个垃圾桶在我的头，就是在我头下面，我的头现在垃圾桶的正上方，所以我的头发如果这样垂下来，怎么会有杂音？谁把我唱我给你们翻牌的清唱的歌给剪进去了？我说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？我瘦了吗？真的吗？怎么说？就是我这个歌我有点，我这个视频我有点看不下去了，有点把自己尬到了。咱就是说，我有点。这主打就是一个感同身受是吗？你们房间声音比电脑声音大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要让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尬。我不会给你们，太好吃了，多不了一点儿，你们就看着吧，我才不跟。可以奖励你们。谢谢，我继续拆缩了。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喂你们吃。太可怕了，这个世界。这个蛋糕就是我整个分了那么两块。突然，这一大整块都是你的吗？突然就。啊？谁说的？就是给你们留的。突然就觉得我生日在寒假也挺好的，我好像我今天杀疯了，一个人过也挺好的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睡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我今天要什么时候才能睡觉。没关系，公演日嘛，晚点睡是正常的。真美，谁拍的？你拍了，啊、上谢谢小白不会跑出的梦里，你还来？刚刚已经说过你了，怎么没有？他在给我没有做生意吗？我吃完的，他给我做推广，扔掉，给你吃垃圾。这个吧，行吗？可以。奖励什么？奖励你吃一个垃圾。我刚刚在问我的粉丝，我在读弹幕奖励什么，然后你就在说奖励一个垃圾。那我也先，没事，他在看。要先回去了吗？拜拜。那我也先走了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明年也要一起哦，拜拜。
拜拜，好恐怖啊！我怕。好，早点休息。我的天哪！我发现现在大家的楼那个楼上的那个快递件都是这种纸箱子。哼，谁生日？拜拜，早点休息哦。六，我也是。是那个威尔茨生日。六，一屋子的艺人，好恐怖啊！干什么呢？我发现走廊的光还挺好的。啊，走廊的光真好，看我今天的穿搭。哼，这是今天穿搭，哎呀，太好看了。看到张老师了，今年好漂亮，真的吗？我回来了，一屋子的艺人有点恐怖，我觉得。真的呀，谢谢希望兔兔子送的生日礼物。祝愿安静老师，好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哎呀，安安静静的多好。谢谢大鱼鱼送的玫瑰花，隔壁还有发电呢，哎呀，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，好喜欢清静的世界。谢谢银河一杯送的玫瑰花。我生日几号？我生日已经过了，我生日1月27号，基本就是在寒假大家都休息了的时候，所以我也只能在手机上面和大家过生日的。运气好的话可能会遇上一场青春公演。对啊，我比小周大2个月。我太喜欢安静的日子了。支持。没有公演，真的吗？那可以，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。我就是现在反而会庆幸，就是因为一般过生日如果是在上学期间的，不是还会跟同学们一起聚会什么的嘛，但是我生日是在寒假，大家都各回各家了，然后我也找不到人可以陪我一块过生日，所以我从小到大生日就没有请过朋友。好像有队伍公演，有没有误差就不知道了。那个时候应该能上队伍公演了吧？不确定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因为是大月初6，的确自己过真的挺好的。我有时候反而会庆幸自己一个人过生日，真的很好。明年的事情谁知道呢？回来了。谢谢寿司送的巧克力。哇，这个光好死亡呀！你又来了，像鬼片一样。怎么又来看我？哎呦 ，so sorry。我是瘦了变好看了，还是妆改了变好看了？其实没怎么瘦，应该是哎呦 ，so sorry。应该so sorry， 应该是妆改了吧。因为我没怎么瘦，其实就是哎呀，又卡了。今天是狠狠的体会到了累。偶像艺人一进门就可以充满这个房间，爱人叹气。还卡吗？就问你们还卡不卡？我感觉直播别删，谁删直播呀？我感觉平时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人删直播，我不信。晚上好，我不删。来这刷酒疯了，我也在想。来，我们喝一口我们的奶茶。来，张嘴，谁不给我喝的？喝。有点恐怖。喝，张嘴。我们要不去舞蹈房吧？我们换个位置吧。我还是想要一个人安静一点。今天的词大家不喜欢。
主要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依然有点太恐怖了，我们去舞蹈房吧。反正最后几天待在旧中心了。就是我不知道爱人会不会跟我一样，就是在热闹的一个氛围下待久了，是真的太需要一个安静的安静的环境，让自己一个人待着了。就是我反正是需要这样的，就是在一个很热闹的环境下待久了，待久了之后，我需要一个人空间。我真的好需要自己一个人独处来充电，太需要了。哼，我卡了吗？我换到第一个舞蹈，我看看第一个舞蹈旁有没有人。哼，哎呀，哦，第一个舞蹈房有人，我们在这里。哎，中心的这个网是真的不行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还好，咱们的光好看。哎呀，虽然舞蹈房的光也不是特别的好看，去后面坐着吧。太疲惫了今天。好了，太疲惫了。现在可以吗？怎么说呢？可以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真的太需要，就是爱人是这个样子的吧。没事，我挺舒服的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因为今天真的好疲惫啊，好疲惫，真的深切的感觉到了体疲惫。很想跟大家就是安安静静的聊个天。眼光这么滑，我画个滤镜，还有什么滤镜？这个滤镜太阴间了，好阴间的滤镜啊！哼，我太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充电了，没办法，哼哼，靠我的眼撑着吧，毕竟。需要来一点小熊软糖补充能量，那是我弟弟需要一点小熊软糖来补充能量。我是不需要，我只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面和大家说说话就好了。哼，说说话就好。今天的意志已经在舞台上面用完了，继续回归咱们爱人的形态。我发现我只有在舞台上面才会自动的变异，因为我很想带动台上面的艺人，但是台上的艺人好像上台就变I了一样，反而I人变E了，所以控场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就是是啊，控场很多都是安人。小周我这边两边跑。哎，没事，想要安安静静的话就待在我这看一会儿吧。安人是什么？就是 MBTI 里面的安，就是刻板印象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安静的那种，艺人的话就是外向活泼的那种。哎呀，有待提高啊。
对对彼此的了解，互相找到开玩笑的点，而且你要控制，你要把握住这个点，你得要把握住这个点，然后你要想怎么把这个点跟大家 Q 出来，I 和 E 相结合。唉，我感觉我也只有上台的时候会变异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其实，对，需要打配合的。是真的很难一个人吹整场，所以其实有时候需要台下的时候就跟大家就是说好规则之类的，因为我们得要自己先搞清楚规则，才能让观众，才能让你们也搞得清楚这个规则。哎呀，然后前我是从什么时候跟我是今天前四首 MC， 哎，我是什么时候跟小五说的？哦，对，就是真的很难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你也说的是以前了，你只负责喊甜六。你今天是定 MC 话题的时候就。看小五今天一直在忙忙碌碌的，然后定 MC 话题的时候就跟他说，其实我还没有主动跟他说控场，然后小五看我就是挺积极的吧，因为我不太会主动的去提要求这种，就是我不太会也不太敢主动的去提一些要求，然后小五看出来了嘛，他就说你今天 MC 是要不要试一下控场，那我就有这个机会，那我就尝试了一下。谢谢寿司送的巧克力，感觉还是挺新奇的吧。深刻的体会到了前辈们控场的不容易，是真的。然后，是啊，机会是你主动去争取的，他不是说他会主动落在你眼前的，你要去自己主动去争取，你不能谦让，在这里你谦让你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，你要自己明白这一点，在这里你不能谦让，也不是说不能谦让吧，在这里的机会都是要自己把握的，都是要自己去寻找的。哼，的确，谢谢燕英送的一分，今天辛苦啦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只要大家看的开心就好，大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好，大家看的开心的就说明我们很成功，那就很好啦。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来发挥出你的长处，的确，哎呀，而且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去尝试了，你才知道，什么事情都得去试一试，你不试试，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是今天也是算是临时起意吧，今天就很棒呀，大家看得开心就好，而且看得很开心，这次上去其实挺累的，上去要站一场两个多小时也挺累的，以后不下站了那不行呀。哎呀，站累了以后屏幕超微了，反正也看不到你，你确定我今天没看见你吗？你自己
昧着你摸摸你的良心想一想，我今天跟你对视了几次，跟你互动了几次，雕龙你也摸着你的良心好好讲一讲，你直接坐在战士六屏幕超威不如在剧场的威作。假装还过来跟你招手，难道我没有跟你招手吗？我还跟你击掌呢。哦，你那个大黄毛，我不跟你对上号也挺难的。其实的确大家喊我都很大声的。你好，哼，怎么了？被 PUA 完了来我这寻个安慰吗？在哪里？我在舞蹈房。这里怎么没有这是舞蹈房。今天课报告我看见了。的确，哼，我本来都打算自己喊 say no 了，毕竟我觉得拉姐一个人帮两个人大 say no 挺累的吧，我都想自己喊 say no 了。这么说，今天 call 爆我，哼，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跟你对上眼了。拉姐挺辛苦的，如果下次还要帮其他二小偶像代 call 的话，我就自己喊 say no 了，没关系的，哼。等一下，啊，没事，卡了，对，是卡了，的确就是，没有，刚刚有点卡，然后跟你留回了个消息，五块钱带一次，我在舞蹈房的网不太好的，五块钱带。哦，那可能是真的网络的问题吧。大胆的说出猜想，你觉得你是哪一个？能不能给我一些暗示？有没有什么特征？因为其实我今天是往你那个位置看了，但是我看见了雕龙，但我，哼，因为雕龙那个大黄毛。是在你旁边的那个啊、哦？那我知道了，怪不得这么安静。于心在你边上，就是于心长了一张很安静的脸，但是他声音很大，但是 Leo 他刚好相反，比你帅，你一头黄毛的，很难不记住你，对劲儿。我自你死亡笔记六吧，我看的都是别人，我自己也看了呀，我也看了我自己粉丝呀，我又不是，哼，大佬们都是三个亿人可以消掉的，的确，下次毛就没了，没事，我已经记住你的脸了。讲到你今天很安静的，没觉得。我的确一开始看成那个矮的那个了，啊，不是矮的那个，是高的那个吗？原来是高的那个呀。嗯，去吧。嗯，原来踢你，原来你是高的那一个，我以为你是站在于心旁边矮的那一个。但是主要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是雕龙，因为他的那个黄毛，我第一眼我都没看见鱼心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那个雕龙，因为他的黄毛太显眼了。最后两首站你旁边那个啊，那没事，
我寻思我跟你对视了那么多次，你一次都没有看到，你现在反过来还要脏我，何必呢？你要想看小猪，你就去看好了。哼，这就破防了。哎呀，于心旁边还有个胖子，我知道。于心旁边的男人太多了。不，我还是跟你对视过的。的确，我在用眼神骂你。于心旁边的人太多了。于心的人太多了，天哪！想跟我对视的结果一直在小猪边上溜。嗯，真不错，我在看你，你在看别人，都是你的好宝，你的好宝真多。哼，那不是你自己想看的吗？你非要在我的直播间提他的名字。我理你的空了，我理了。借你希望比就怎么样，应得的，我很自主，我不记仇，我不记仇，一点都不记仇的。哼，张一婷怎么会记仇呢？尬死了今天的空。别人的空都是很有，很，哎，我要锐评了。别人的空都是很有顺序的，就是都是。一个接着一个的，但我的call此起彼伏的叠着音的，就大call喊完之后，右边战区啊，就中间那右边战区啊，一群人在喊了一个大的，不知道他还以为那第二个才是大的行动呢，就右边左边喊一批，右边喊一批，然后中间再喊一批，然后再陆陆续续喊几批，不知道他还以为我有多火呢。天哪，说明我火，可别尬了吧。毕竟吊龙这么尬的扣都喊得出口。谢谢阿言送的三个荧光棒。哎，羡慕右边战区的，我结尾散场的时候我喊什么都听得见。我今天跟小周疯狂拉扯，今天实在没活了，没事儿。我喊什么了？我才不说呢！哼，一点都不火，拉扯什么？哼哼，我给你们话筒，小周把我的话筒收回去，我跟他就疯狂在拉扯，也没啥不能说的。是啊，后面好久没有命插了，所以我想，就是我给你们话筒，然后小周把我的话筒给抢回来，然后我再继续给。然后我们就在打架了，见不到我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不直播，我又不是不直播。对，我跟小周在说悄悄话，啪啪啪啪啪的。取开幻境。哎呀，没有命差真的好空虚啊，太空虚了，没有命差的日子。太空虚了，没有命差的日子。怎么会？我第五剑可还行，六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大家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大家就是。大家端午节。不在战区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去潜水湾了，大家都去看地偶了。怎么西蒙又变成我的妈妈了？哇塞，西蒙甚至 ID 带了我的名字，天哪，太爱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西蒙。西蒙祝张一婷明年生日快乐，这个祝的其实有点早，我怎么知道潜水湾？听不懂，最好是听不懂。我怎么知道潜水湾？我又不是不知，我又不是没看过，但是我没去线下看过，但是我看过，但是我没去线下看过，所以我想去，我的确想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算了，我又要被扣工资了，不说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在读弹幕，我是在读弹幕，你去了跟你们说一声，链接发给我，我能不能免费去看？还 OK， 哼。
不知道我昨天跟我说了，618有一场新的，有一个新的团，丢团，看着秀才真不错，嗯，但是618我在柳大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618你们是去看新团呢，还是来看我，还是看柳丹呢？柳今天可辛苦了，还在剧场排。然后，复习场，复习，送票给我，能不能给我一张票？但我也去不了。几个看Dior的，我先截图下来了。现场看柳丹真不错，什么是Dior？不要跟他解释，不要解释什么是丢丢丢，就是没有柳丹票。我知道你不看，但是有人看，虽然你不看，但是他们看。今年不会被熊熊赶走，那真不错，毕竟四个999呢。哎。能不能清楚的看见我？618是看不见我的，618我要上公演，618我有助演。于心，你不要在这宣传，这是你跟他合伙开的团吧？在这宣传，在这宣传，还宣传？12级是这样的吗？到时候一个个查水表，查到你们。你的确有这个打算，怎么了？你也要开个地偶团？太坏了！是的，618可以看见我。打分的钱开这个团真够了，的确。618多少人在？但是的确，现在说要一整周见不到我，也只能在618见到我一场了。但是我也就一个助演，时间太尴尬了。别破防呀，下周月底还有一场呢，但是我28号要回去学校毕业典礼，但是我不知道下周安排的是不是周三，他能不能安排在一场周末呀。拍切的时候手机看我，谢谢你，都有光明的未来，真不错。如果下周又是安排在周三的话，我又要当特种兵了。对啊，我下次如果是在周三的话，我就参加了毕业典礼，然后我回来跳公演，我就又要当特种兵了。天哪，好喜欢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氛围。30号也有吗？但是上海人算什么特种兵？上海人怎么就不是了？上海很大的吗？上海交通30岁六。谢谢麦家汉堡送的 BJ， 谢谢麦家汉堡送的 CKG， 你要送给我？天哪，麦家汉堡送的太多了。喵菊今晚开直播吗？这个点儿了应该开直播了吧？谢谢于心送的绿色棒槌，它的确是绿色。G2， 我的天哪，已经有 G2 了吗？已经还有 C2 啊！谢谢于心送的 C2， 有没有 T 的啊？有没有 T 啊？我超，你帮忙更新了，谢谢西蒙送的 G2， 没有 T 啊，没有 T 啊，我没看清，我当时还以为是 G， 我还想你们又尬我绿色，谢谢六送的 CKG， 谢谢鱼送的 CKG，FT 没有了，饭头今天伤我心了，让我带着一颗颗怎么？天哪，他跟你很熟吗？FT 怎么没有 FT 了吗？我的 T 呢？没有 T 我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！哦，这个041，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跟我学刻薄的那个 ？FT 都散了，没有鱼心，呸，不是。谢谢蛟龙送的这件鱼心没有 T 怎么办啊？
BJ 合并了，你不自己说的跟我学科博了？雨欣，哎 ，FT 没了 ，FT 变成了 idol FT， 但是，那我的 T 呢？我的 T 呢？我怎么带一个 T 呢？我说让你带我科516，然后我饭桶让你滚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我寻思你常常都在，你怎么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呢？你常常都给我打 call， 你常常都在，你怎么没有，你关注我了吗？以后不能用应援棒骂脏话了。哦，你要给我送一个 S2， 然后再送我一个 B 队的是吗？你来过啊？真假的？这不眼熟啊？原来你也是个12级了。好歹你也是个12级了，好歹你场场都在，好歹你场场都喊了我的 call， 我印象可深了。我是挺眼熟的，他场场都喊我，我真的很眼熟，而且战区就他话最多，战区就他话最多，很难不眼熟，真的。前手我也看到现在，不是这个041，他每次就他话最多，我很难不记住他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的 ID， 现在脸和 ID 对上了，真不错。你刻薄了10年了，真不错。我就寻思这话这多的这么多的，是哪个这么厉害的？那就是你，老 S， 可以，好的。前手来看，12级果然都是互相熟悉的呀。哎，真不错，怎么就没有一个单推我的呢？又要被打了。你们12级的爱恨情仇，嘉兴五战区命差战区的12级的爱恨情仇，我是不懂的。你单推我，你换个号再来说单推我吧。待会儿小猪查你水表，你也换个号再来说单推我吧。你的12级是买来的。唉，真不错。你们能不能都换个号再来说单推我？剧场无单推，的确，但是在青春盛典面前就有单推了。怎么这样呢？人在四八好好的呢，你不用换号。的确，大家好像也不眼熟你这个号。哼，喵剧，这个点了，该开直播了。你给我投了的上一个展寒别太变态，我说睡觉不要命了。这个点你怎么睡得着觉的？最近的瓜说了吗？最近的瓜直播了吗？最近有什么厕所瓜跟他们说了吗？你就睡觉，这个点你怎么睡得着觉的呀？哼，最近厕所瓜你没有的吗？你不跟他们说的吗？没有人要上麦的吗？没有人直播的吗？你们不说的吗？等我编一个热乎瓜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厕所瓜，有什么瓜。张一婷要去梯队了。晚上好。哼，我是有这种，我真的无语。哼。今天造型好可爱，嘿嘿。今天六，鱼星别尬了，我真无语。搞破产的是不是我？这个厕所瓜是你干的吧？这个厕所瓜，我一己之力可真厉害。谢谢DC的阿六，晚安，别尬了，太尬了。造个谣吧，哇哦！待会儿他们不知道的，点进我的直播间，看见大家在这么说，我真的要上营销号了。不知道的，今晚的直播就能听见我的名字了，是吧？哼，哎呀，大
家的网速比我还快，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。真不错。是吗？怎么又造谣我是皇族？你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你们网速怎么比我还快？是我今天一直在工业没看手机吗？我的网速怎么落后了这么多？天哪！我感觉我的网速突然落后了一大截，是怎么回事？哼！我快下播，你要去吃瓜了？那不行啊，我也想赶紧吃瓜，但是我还不能下播。我播到几点再播一会儿吧，还没聊够呢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们的消息好灵通啊？别说了吧，别说了，保住我的工资。我职场已经被扣工资了，不要再继续扣了，再扣就没有工资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哼，我被 KPI 毒打的女人。是的，我职场已经被扣了，我不能再继续扣了。哼，对，就是我说了那个。不是因为我说了那个青春盛典的那个拉票屁，对，我就是说了这个字然后被扣了，因为我们要说那个青春时刻，然后我就是随便脑子快然后说习惯了，然后说成那个就扣了。要说青春时刻和作品展演的，然后我说错了就扣了，这个要扣的。神，活该，我真的是，就是因为说习惯了，因为我这个词真的是说了这么多年了，然后一下子改口不过来，扣了多少不知道，反正是扣了，而且，他总不可能倒扣吧？义务公演一场倒没什么，但他总不能倒扣吧？不要说青春展演或者作品时刻，青春时刻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哼，扣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总归不可能倒扣。想倒扣也是可以的，总不能付费上班。没事，这倒是无所谓，这倒是无所谓。但是他只要不是倒扣就行，他也不会倒扣。我本来一场就没多少，他不可能倒扣吧？因为的确是我就是嘴比脑子快，说习惯了。对，我得狠狠的掰扯清楚，别下一场又扣了。哼，我就是今天在 MC3 的时候讲了，然后就扣了。这话说的，哼，那倒是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我只知道空谈下去的时候，谢谢喵家汉堡送的 G2 的荧光棒。对，下场也没有。谢谢于心送的 GQ 荧光棒，为什么非要送我 CGT 的呀？下周没工也给我扣了。的确，我这个月就上了三场，其中还有一场被扣工资了。谢谢交友送的 GQ 的荧光棒 ，GG， 为我的公司默哀，我也是，因为我扣工资了。我怎么也没，我虽然有想到我会因为 MC 扣工资，但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就是我有想到我会因为 MC 扣工资，就是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。而且扣起来狠狠的，这就是控场的代价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。是的，我不知道扣了多少，但肯定扣了。因为空奶姐姐跟我说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哼，言多必失是这样的啊，我的工资，的确会言多必失。哼，真的有 MC 扣工资的很多啊，前辈很多也会因为 MC 扣工资，这不是个梗，这不是个梗，这不是梗，这是真的。别看好我了，太害怕了。
他，这叫一个牺牲精神，这是一个牺牲精神。这不是梗，这是现实，这是真的。谢谢于心送我的 GG， 我谢谢你。六，无语。谢谢于心送的99个 G。哇，你这替我默哀的也太……谢谢你替我默哀了99次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这个月的鸡腿提成的贡献付出了很大一步，谢谢。把身上扣的补丁给我，谢谢。这回声很大吗？因为我在舞蹈房就一个人，100个 G， 100个 G， 天哪，100个 G， 真好。适合唱歌，我就算了吧。晚安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，我就一个人说说话吧。哦，我真是感受到艺人的恐怖了。还好我是 I， 去冰箱里拿两个脑子，我的脑子吗？谢谢。哎，哼，咱们付出了太多。猪的脑子，反正不是我的。我爱多少百分比？我之前重新测了，我是71%。今天几点？今天几点下？今天我也不知道几点下。晚安。再说吧，要几点？你刚刚是不是？你刚刚在一群人直播的时候也在。一般就是一群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的时候，谁是 I 谁是 E 看得很清楚。到明天早上呢不太行吧，因为我明天还要，我没准备。那么，龙姐的确是 E 人。错了个9分，隔壁不看屏幕送出去。的确，任性的一直真的，他挺E的，他一看就是那种E人。我也只有在台上会E，但是下台就不会。就是日常的话，还是，的确是这样的。羡慕吃的鸡血糕的，我的水煮鲤鱼真的很好磕。他自从999以后，真的很靠磕粉。六，是给。他好像在999之前就很亢奋了，现在盐水旁边都吃不起了，你看我信吗？谁拿了999不亢奋？羡慕亢奋，我觉得。羡慕你们每个十八岁的事都这么十八岁就这么熟悉，毕竟我们是军训过的。他们两个真的很E，你又来了，怎么又来了呀？不看你的小周吗？隔壁好吵。的确，我的直播间适合大晚上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听。对啊，我还有两个月。哦，我之前跟谁翻牌就在聊天，就在聊这件事情，
我刚军训完，我在这里竟然军训，我马上过两个月又要军训，听话了，真不错，我的直播还有催眠效果，哼，别熬夜了，可苦了，别晒黑，那倒是，我感觉我现在还是很白的。但是因为我们18期军训的时候是在冬天，冬天没有什么太阳的暴晒，但是大学军训是在夏天，大夏天的9月份可热了。那倒不会，我现在还是挺白的，我不太容易晒黑，我不太容易晒黑的其实，但是我也怕被晒黑了，能不能黑点平衡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太黑了，看不惯我白是吗？是啊，马上开始。上海大学军训不是7月份？我不知道啊。战场不是9月份吗？8月8，我不知道啊。通知没下来呢。哼，管他什么时候，反正都躲不过要被暴晒的命啊。人白其实不会被先晒黑，一般是被晒红，对，应该是先被晒红，然后就被晒黑，然后会黑的发紫。对，要看学校的，每个学校不一样。哎呀，我好喜欢我今天夹头上夹的这两个，问我的柳，问柳借的两个夹子，夹的好可爱呀、啊！啊，不要。晒黑了就不好看了。珊珊前面也不黑，他很白的，太刻薄了，舍不得拆了。是啊，这个可好看了，还有这些小辫子，还有这两个，就是这个花花，我可喜欢了。但我爸欣赏不来，他是这样的，直男是这样的，直男是欣赏不来的。无语。嗯，今天就这么睡。我怎么，我这个丸子头睡着睡着就躺，睡着睡着就塌下来了。我把公开牌调成50，咋的了？我下个月我再降个价吧，我下个月继续降价吧。毕竟夏天了，哼，今天早上应该能给弟弟留下一身。我弟弟可能他的眼里只有小熊，没有我爸。哼，谢谢寿司的玫瑰花，什么叫又降？本来是多少？再说了嘛，哼，降到50也发不起6。说是发不起，但是结果还是发了。收到小熊的水手圣鞋了吗？没有。我觉得送给小孩这个不太好吧。嫌翻牌不够多，还好啦，的确，的确。难道我不是哭也回了你很快的吗？但是公演的时候我一般不怎么看手机，我在我公演的时候基本不怎么看手机的。哦，的确我们这还好，的确我们今年的水浊也不是很水浊，也不是说很水浊，也不是说不是很水浊吧，就是挺儿童泳衣的，比前几年好很多了。我觉得前几年就开始的那两年，那个比基尼，我感觉我穿不得。对，啥也没露。就是最开始那两年的水浊，那才是露的多。哼哼，最开始两年基本都是那种比基尼的，哇哦，一些。的确那才叫水浊，的确那才叫水浊，
但是今年，今年好像没有自己设计一套。剩下那个其实已经是鼻祖了，鼻祖的那种感觉了。对，今年纯纯就是儿童装，多好多好。的确很多都是看水着入，看水着入坑的真的很多的。六，于心就是暴露了自己。说说这话你们自己信了，骗兄弟可以，别把自己给骗了，真是无语。不然还在拍戏地，难道你不是因为看小周吗？我说你们十二级真是一人一个单推都不带重复的，就是十二级大哥说出来我都不信。你最好是，我觉得我待会儿要不就在舞蹈房会视频分派的，我觉得回去会不会有点吵呢？我觉得不然还在中台受骗，笑死。真假的？那你还说你要去推小周？小周对你太冷淡了，你刚刚不是还说他在后台秒回你翻盘？你是不是对谁都这么说呀？我不是要困晕过去了，我现在还真不困，但是就是很累。我不困，但是我很累。哼，这么晚还没睡，是呀，忙忙碌碌的，感觉之后看前辈们现在的行程真的是越来越忙，越来越忙。因为我觉得我反驳你了并没有什么用，我未来也会这样的，都会这样的，都会这样的，慢慢习惯吧。两天没给小没发小周了，都是给我发的。那我看你今天不是给他打 call 的也挺开心的吗？哼，直播时就冷淡了，这不叫冷淡，这叫安静。的确欠了太多，羡慕他靠雨欣打的也不小啊，这声音。哦，对，他们新宇和小周好像都已经十场公演了啊！天哪，哼，对啊，今天我公演的呀。就是喵姐怎么今天不在呢？怎么了？去收集直播的素材了是吗？你最好喊的都是我，我最后一排最后一个看得还挺清楚的。哦，你在杭州啊？那没事了。是雕龙切个小号的话倒是可以了。都是白棒子，你最好只是单手举的白棒子，而不是另一只手还举的黄棒子。棒子挺多，要先搬砖才推得起我。你要推我吗？喵子，难道推喵子的推太多了吧？这个风拍不过来吧？你没喊别人，我知道你没喊别人，我知道他没喊。哼。好平淡的反应，说出狠话，这就是我的日常罢了。对啊，下周没有我们的公演了，唉，真可惜，现在才知道下周没有我们的公演了。
然后呢，今天又没有怎么关注我的房间，但凡关注稍微关注一点我的房间都知道今天有公演的。雕龙喊的那个最丢人，要明年，不应该是下下周吗？下周我觉得休息不了，可以六二八榴弹见。我觉得休息不了，有点想呀。不是马上青春盛典了吗？是不是又要换新的公司照什么的呢？但是这两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在忙着换中心，因为好像借钱要全部办完的来着，我觉得这两周应该都是在忙办新中心吧。一个月排几场公演，这个是看公司规定的了。新中心我和十九起住啊，你不是问过我这个问题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哼是啊，最近就是要忙搬家了。怎么了？十八期的夏天还没有度过，就要开始物色十九期了吗？他没把我放心上，所以问了问他，是挺想打的。三个十九期助理突出一个当保姆。怎么说呢，跟我一块出的是个妹妹，她也是个艺人啊。救命啊，艺人好恐怖啊，天哪，我现在是越发觉得艺人很恐怖了。对啊，他们都是就我跟三个十九起住。是的，零七的妹妹晚上好。是年纪分钱什么意思呀？对啊，他年纪很小的，全靠我指路了，想得美哦，想得美哦。还有个比较爱的艺人，我是比较艺的爱人。好，晚安。年纪是不是太小了点？的确，对于我两个零七的，零七有点犯罪，是你们家推的，好好考虑一下。进当然是进公司早就当前辈了，肯定是看资历的呀。今天太嗨了，哎呦。我也是刚成年，大叔叔叔，我也是刚成年。哼，咱们刚成年就进来遭受社会的拷打。把我当养女儿倒也不是不行啊，就怕十九七来了让我在房间里面看见一些黑眼熟的 ID， 会不会呢？可以叫你声妈妈吗？不应该是你喊我吗？哼，别问号呀，问号什么呀？零七真的可以喊女儿养女儿？是的，退比自己小一轮的小偶像指日可待，再待个几年吧，的确。真的，我昨天查 CGT 和 CKG 的水榜的时候，我还就查了一下粉丝榜呢，就发现有好多熟人。嗯，还有一个小号你不认识。好的，25期，我27选就剑指第一了，我等着27选，十几选给前辈们争，我这27选。哼，对啊，我一直举着，哼，零七就差你一轮了，真的吗？
到什么时候，不到45分吧，要不有好几个要进18选，不像我，我进27选，07差了20，天哪，差点送了送个大的，你不单推我吗？你单推我都没送个大的，你要去单推，你要去送一个刚关注的，你到底是不想送呢，还是你真是想看新人呢？还是你单纯只是享受看新人的乐趣，然后还喜欢在单推面前说但是推比自己小太多的，会不会真的有一种负罪感？看新人不是有乐趣吗？当面 NTR 的乐趣是的，有酸女，是呀，我也是新人呀，不过是出道了，一个多月的新人。咱们下个月就可以满十场公演了，好耶！没有组成灵魂拷打你，我只想阴阳怪气你。只闻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，是啊。感觉是本来就是当女儿养的。看这些85年的挺开心的。哎 ，Hello， 你在直播吗？哦，我在播。下场明天28号吗？不知道几号，等出来了再说吧。真讨厌你们喜新厌旧的人，真讨厌。今天的 MC 话题不是就是说最讨厌的事吗？就讨厌你们这些喜新厌旧的。谁来了？小周来了。所以有没有熟人的 ID 送我一个礼物，让我当面念出来呢？嗯，送一个呗。都10场了，一半伤害院吗？我还没满10场，我才7场，他们都上队伍公演，我还没上。你喜新不厌旧，谢谢于心送的秋天的奶茶， yeah. 谢谢雕龙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哼、yeah. ，真不错。雕龙太会送了。生活太过平静，哪有什么意义？哎呀，下次你再有可以，下次有可以在我边上的话，你就可以送我礼物了。我哪儿坏了？哼，你才坏吧！你还给雕龙铺垫一下。哼，谢谢雕龙送的荧光棒。他真不认识你，好吧？哼。天哪，那也就推我呀。哦，我是你的18期首推是吗？我有点刻意了，还好吧，毕竟怎么办呢，就你一个人送，于心也不陪你啊，不然我就可以连着你俩的 ID 一起念了，你也有点刻意了。嗯，唉，还好我的大粉都很一心一意，太欣慰了，太欣慰了，太欣慰了，我的天哪。哼，雨欣，谢谢从来不单推送的夜蝶，谢谢从来不单推送的夜蝶。天哪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这么大的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这么大的，我记住了今天这个有意义的日子。哼，谢谢寿司送的巧克力。哼，天哪，哇，羡慕被记住，你也送一个。所以我别尬了，真是无语。哼，别尬了，唉，大凡也送一个，不就被记住了吗？啊，小凡，你好歹也是个12级了。你好歹也是个成熟的12级了，
你送的都没被人家记住，谁让你被 PUA 了呢？小范，你好歹也是个成熟的十二级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么多十二级？我现在的确拥有了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单推我的。别脸红我呀，这么多十二级又没一个是单推我的，好无语啊。但是我可以在每场公演获得十二级的扣。哦，对对，从来不单推是单推我的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从来不单推是单推我的。于心别尬了，你换个小号再来说你是单推我的吧。我哪敢瞧不起一级啊，你又不送我，怎么念你的 ID， 我怎么记住你？你要这样，你要不但让我被记，让我记住你，你还要让这个舞蹈房的另一个人记住你，就看你怎么送了。毛病，真无语。我生气了，不好意思，张琪的粉丝，现在是让我谢谢小范的叶蝶，谢谢小范叶蝶，去我旁边送你个，谢谢你。走开，这是我的单推。好的，你的单推，来卖一个吧。你看雕龙。啊什么？松江咋地震了？你要跟我一起播吗？我跟你一起播。你说说，你这个拍出来挺好看的。的确。你都拍成你自己吧。我都拍成我自己，给我留一点点脸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看到了吗？我这这么多十二级，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推。突然想卷个花店，你别不送了。来来送啊，快点送啊！雕龙，雕龙，他在呢。你现在送给我的，你就四舍五入送给他的。那四舍五入能不能微信到账呢？谢谢江龙送的荧光棒，他是不是想让你滚？他就是想让你滚。为什么？他给你送的是这一对的，他想让你滚。廖总，我拉黑你了。带上不上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谢谢廖总送的插队的荧光棒。我又在解读你，我没有在解读你了，这是你想说的而已了。你们这届粉丝带不带不？谢谢喵家汉堡送的这球荧光棒，你看过他的直播吗？他在 B 站有直播的。我不知道哎，现在看一个。可以啊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回放，你可以看看，跟那些营销号的直播是一样的。在 B 站。哦，一样，但又不太一样。在 B 站，谢谢幽白姐姐的荧光棒，谢谢于心的荧光棒，谢谢于心的 S 荧光棒。你帮我谢吧。给钱吗？不给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请大家到我的口袋房间给我送礼物，我会给你们大谢谢大的感谢。谢谢小范送的荧光棒，我不知道，因为 Leo 好像之前喊的是你姐姐，那我就一起喊了。谢谢寿司送的荧光棒，别这样，给你留一条裤衩子。他首推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。喵家的喵剧的首推是谁啊？个人主页有吗？求解答，一般本部五场公演要多久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啊，你之前他跟我说，他之前在你的直播的时候念了他的首推。啊？怎么他在你直播间？他翻牌跟我说，你在他在你的直播间，你念了他的首推。再念一遍好吗？别叫幽白姐姐，没查水表，你们的水表我没少查过。我觉得我就是很恐怖的一点就是。你们查水表你们不会说，但是我查水表我会说出来。他们为什么叫你玲玲？别理他。为什么叫玲玲？因为他觉得我零，但是我其实很一。离你的生活远一点，下次一定。真的一吗？同框吗？你不觉得我很一吗？你不觉得我今天就是甜辣甜辣的吗？确实甜辣甜辣。哎，雕龙怎么你一来就不送大的了呀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我真受不了你了！你们说可能躲在旁边呢？少那个什么？你认识这个从来不单推吗？他一直在我直播间 Q 你。Q 我？为什么 Q 我？我认识他。对啊。
零一分得清清楚楚，谁是零，谁是一，就剩三个鸡腿了。天哪！我举报，谁呀？谁举报？调动昨天二十最后五个鸡腿的时候送给我的，我举报。哇哦，真不错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看看，我心里有点数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很有数。我的真是不可以磕吗？为什么不行呢？但是知道好磕吗？有什么好磕？大家知道什么点吗？知道什么好磕的吗？堵话筒了，麦堵，堵话筒了。嗯，你要不拿支架？那个支架太坏了，我脑子也坏了。晚安，姐姐。小孩子也磕，就是小孩子也磕得下去。瑜伽为什么我是 W0.5？ 瑜伽的话，因为我们是05年的，然后又都是W0.5，对W0.5，然后瑜伽伟就说我们是W0.5。聊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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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8岁我可以了，真不错。哼，怎么这个展汉在你房间？哦，对，展汉的确。对啊，他不是经常去他的房间吗？对，他经常串我们的门。对，成年了磕。哎，于心有没有在你房间尬过你？他来翻牌尬过我。哎呀，真不错。但后来他又不怎么来了，可能是你尬他尬的比较戳到他点吧。那我尬的12级太多了，天哪！不能磕，不能磕，这我12级都这样的吗？哼！教总，你多说几句话呀！这一季 N 是谁？是于心吗？对，于心。哎呦！我都是严12级，你们想被我严？那个父爱太尬了，翻不下去。哼哼。被怼了一个呀，的确，这个从来不单推，他从单推我开始就一直在被我怼。矜持一点，小周在呢，他在死亡凝视你。谢谢寿司的巧克力，松鼠怎么今天不在呀？我就跟你说，就是我的直播间成分挺复杂的，他们嘉兴路那个甘味的12级都在我这团建呢。哇哦，太可惜了，哼。我感觉我跟你站在一块对比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对比，就是我们的风格好明显。对呀，真不错。1011的谁零谁一，你一我零。好的，听见了吗？掉落就在你面前。父爱本爱掐脖子不让发了，什么父爱本爱，我零的很明显过去。嗯、怎么就被我赶出坑了呢？我也是舔你的呀，我好歹也是舔你的。于心啊，于心，于心咋了？没什么，想到一些好玩的事情。于心的父爱不是他的父爱，于心对雕龙的父爱。磕破 CP 了？那于心跟谁啊？于心的 CP 太多了，他身边男人太多了。于心身边男人太多了。你有男人了，真羡慕。尊重祝福，尊重祝福。下次送你个紫色的棒棒糖吧，你是懂的。好了，我拍照去。去吧。只有我不知道，偷偷背着我，偷偷背着我发你给我发个翻牌。晚上好。他们还好，今天我不站右边，右边的确，夏瑶今天在右边，不知道你的，哦，我不知道那个给他们扣的改 MC 扣的时候，在那个唱歌的是谁？然后那个唱歌的一开始一张嘴之后，大家身边的人就都蹲下了，右边吵死了，还好的，右边挺热闹的，对，夏瑶在右边的来着。在我直播间那种的对象吗？我这里不是相亲现场，谢谢。幽白，幽白姐姐，哼，的确很激情。
你爱这里，你爱错地方了吧？你爱的是隔壁，不是这里。亚龙，你爱的也是隔壁，不是这里。你爱的是战区。无语啊。好的，单好的，谢谢你，从来不单推。真不错，从来不单推，单推了我。哈宁哦，够哈宁的。你明天不办吗？明天不办。你要等下周。嗯。这个队形跟不了。哼，怎么可以欺负优白姐姐呢？已经无所谓之了。六。瘦瘦的。右边唱歌好自己，小周心中心跟谁住？反正不跟我住。已经无所谓之了。于心是习惯右边了。什么战区？战区，战区右边特别热闹，你不觉得吗？是我们的右边还是他们右边？他们的右边。右边啊，确实挺热闹的。就雕龙在的那块地方挺热闹的。确实，说你别再说 cos 雕龙，净把龙龙讲。哼，龙龙江，鱼心江，鱼龙很好磕的，其实。鱼龙混。对，鱼龙混杂很好磕的。哼、嗯。来，我怎么也这么干、啊？天哪！流汗黄豆永远的神。龙龙江。不好意思，龙哥，すみません。说晚了，大家已经记住这个名字，然后马上就是在那个金瓜群里面打出来，以后艾特鱼那个雕龙就是艾特龙龙江，那艾特鱼星就是鱼酱，艾特从来不单推就是单推酱，单推酱，单推酱，好搞笑。的确，我们是玩这种效果。为啥关了自己的直播来拍照？因为我来拍照，你们有小群的，那没事了。于心不在金瓜群。咦，我怎么这么懂啊？那有可能在里面可能性是大一点的，但是我是没有可能的。反正我本来说要播到45分了，这个直播间太热闹了。12级在这团建，播到2点了，我还要去回视频翻牌。你有小号可以放我进金瓜群。天哪，你还是管理。刚刚他们是刚刚真的地震了。对呀、啊，不然你以为他们说是因为你手机晃在地震吗？应该是地震了的。哦，我待会儿下播去看。有在松江的朋友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松江。还好吗？震感大吗？震感大吗？有震感啊！天哪！刚刚和我几个粉去海捞了，我天哪！海捞不带我。有。哎呦，那你住的高不应该更有感觉吗？没感觉到吗？有没有松江的？松江在哪里？松江算松江六在松江的。没有松江。六松江不算市区，松江在闵行下面。嗯。可能。松江是江的，你也是松江的，怎么这么多松江的？鱼酱说什么呢？鱼酱，青浦也地震了，上海挺少有地震的，其实是。鱼酱对你真好，鱼酱，妹粉呢？你懂屁。于心一边尬一边心里暗爽。的确，于心就是喜欢这样。松江是住的地方。嗯，是。都是这样子背的，有白酱。不要模仿我。小饭酱。你可以给他们想点其他的，比如说，你想想那个日语里面还有什么？香蕉。桑。鱼桑，龙桑，好搞笑。龙
脏。别假，谁假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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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无语。其实我是甜妹来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前几天还扎上马尾了，汤甜。哦。他们不是想看你拉票的时候，都扎双马尾的吗？怎么都传到你这里了？因为我看你们房间的。哦。中推的那种甜妹吗？中推甜的很，中推甜甜死你。无语。我俩没喝，他喝了。你们一人喝了，一人每天都像喝了一样。我一直在怀疑陆山新的意志是不是拉满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之前，我其实我的意志还是差不多的，就都是一个是50多，一个是40多。天哪！觉得我没那么。的确，因为刚刚在房间里面，你算安静的那个了。主要是他们太臭了。不是，主要是有点脚臭味，谁都不想说话。谁有脚臭？不知道啊，主要是。不知道，不是谁懂啊？谁懂？我在房间里闻了一股脚臭，给我臭的不敢说话。我大雨，也可能是我鼻子的问题，大家不要当真。但是真的，我当时不想说话是因为这个，一半原因是因为这个。别太荒谬。他让你赶紧挨个去闻一闻。那我到时候鼻子发炎了，你付医药费吗？这太好笑了，我说。那为什么你也要等下周再办？因为我明天有那个安瑟舞老师要来看舞蹈，然后我们有那个公演。哦哦，对。那个什么艾斯的粉丝欢迎十七号来幻境看我啊，波波！欢迎大家618来看柳蛋生日公演。对，欢迎大家618来看柳蛋生日公演，波波。他为什么618那个？我怎么知道？没有，公司定的。18载，好的。他说，于青说，于桑说，为什么你的鼻子得脚气了？被你脚臭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上次于青霸凌我，他直接一脚蹬到我脸上，从此我的鼻子上就有这个刀疤。啊，哇哦，真不错。小庄24载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错问他去，你问我。24是什么什么公演？6月24什么公演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25号是三角。25号是三角，我还知道明天是三角。明天是三角，18号也是三角。我知道的比你清楚。OK。天天被我霸凌，天天被我淹，的确。而所以接下来公演我都在。你，我明天搬家。我明天先把杂物搬过去，蹭，跟游客营蹭一辆车吧。公司报销吗？那个。想得美哦。那也不报销。想得美哦。是耶。哼。我其实是挺想明天就住在新中心里面的，再说吧。但因为我这儿我还有买的箱子还没到，然后还要把其他东西再收一收。再说吧。但是如果我先过去的话，我去西甲城门那边已经装修好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舞蹈房是真的刚装修好。哦，天哪！雕龙说要帮你去新中心西甲城，快谢谢他。别，我舍不得。你要是吸出问题了怎么办？不能来唱歌，你以后坐个轮椅来的战区，多可怜呐，龙酱！别这样，妈妈不允许。哇，哇哦，哇哦，好变态啊！好变态啊！还好我的，还好什么？还好我的大粉都是爱人。天哪，你们艺人太恐怖了。平常你在你自己的直播间里挨吗？你不挨吧？
我直播间很哀呀，不然我也不会从我的房间逃到舞蹈房来了。你想想呢，我是为什么会从房间，我不在房间里直播，我要在舞蹈房。装修说好得开双兔兔奇迹犬，我其实挺想明天去看看新中心长什么样，那个舞蹈房长什么样。你是艺人，天哪，谁呀？逍遥，你认识吗？宝宝，你怎么又在别人房间乱窜？谁呀？逍遥，你认识他呀？我认识，他不是推我跟卢春星的吗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哦，来，我们一起死亡凝视他。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好吧。哇哦，哦，哇哦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大家不，这下相信了，大家私底下都是会查水表的吧？没有了，不用太担心了。行得正不怕被查，是这样。谁呀？从来不单推。他的确是单推。单推谁？单推我。真的。的确。我举报，他刚在我直播间。我知道，他跟我主动坦白了。我举报，他刚刚说我，他刚刚说我营业少。对，他也跟我说了。说你营业啥？说你。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请问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没想到有一天会被小偶像那个直播处刑，他给你划跪过。我举报他没有。他举报了，他说你没有。他其实也不是，他没有当面给我划跪。没有当面划跪。对，他网络划跪了一下。才网络太差，说让你推安慰我一下，我让，哎，安慰你一下，你也可以找你的前推了，哪里没有？他是不是造谣你？你造谣我什么？他造谣你华贵。谁造谣我华贵？蛟龙。蛟龙造谣我华贵。啊？怎么会呢？从来不单推，我也是很甜的呀。只不过你想要被严的，我只能严了，或者。看看你的言论，再看。他被拿捏的死死、哦。对，的确，是吧？复刻一波。蛟龙，哦，我举报蛟龙之前给我发翻牌、嗯，让我想填一下他，然后我填了，他跟我说我没你填。你没我填。哦。我知道了，你说一个花，他经常花填一下人，大家觉得也正常；一个瓜突然填一下，哇！娘死了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水表全是我教的，别瞎说。上了上个村，龙龙怎么这样呀？就是龙龙怎么这样呀？龙龙怎么了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龙龙怎么这样呢？怎么拉惨呢？就是，真吓人。龙龙，看看鱼，你别听他们的。我跟你到底谁更甜，各有各的甜吧。嗯，确实。可以甜你一下吗？波波早点睡吧，出去滚。不是，等下发生了什么？没反应过来。让我甜他一下就甜完了。然后就让他滚了。啊。我的确。毕竟我也只会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想被严的我就严了。没奖励他，还有谁要被我奖励吗？一次性来个够。还有谁要被奖励？我只会奖励。我只会奖励。哪有这么好的小偶像只会奖励？哪儿找？十八级。可以把你踢出去吗？这样可以只看小周一个人。别这样，你这样我很难做人。笑死！怎么做不了？你给他汪几声吧。你在给谁汪？他们啊。在给龙龙，他刚刚给你汪汪汪了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说他们，你们无语。什么奖励？滚出去的奖励要吗？建议是别要了，什么都要只会害了你。
激情勃勃。哼。太疲惫了。要骂骂骂，滚出去！谢谢寿司送的巧克力。能不能骂醒打分冲动？如果是给我打分的话，我是不会骂醒的。好喜欢我，叫你滚出去，那你别你。无语。啊！我崩溃啊！这个世界。到了这个世界，无聊的节日总感觉差劲，快上了个时代，有什么乐趣？加速太快，放肆的给你喊 inside outside 新时代。别想把我追踪，我心中迷迷人的迷，致命的吸引力，请第一时向我靠近。哔哔哔哔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停。暗夜里，狂风暴雨，多米狂奔跑，你真心喜，不落幕的剧，绝对不犹豫，想象前线完美记忆，动作精神努力，无量的主意，不带目的，我绝对不放弃，就一路到底，冲层层的保护线，到最后揭开世界谜底，只有我清醒，是一个奇迹。不会唱，不会唱，为什么你们突然唱起来这首歌了？因为你刚刚说什么讨厌这世界还是什么的，我很讨厌这个世界，我要戒了，赶紧差劲。生活太过平静，那有什么意义？要时不时找一点乐趣。头条新闻，谢谢小范的蹦迪，谢谢瓦龙的荧光海。哪怕只有一次，也要惊天动地。今天主角是我们自己。看你们尬，看你们尬。哼。啊！我要去回视频翻盘了。我明天要直播，我明天要搬家。再说吧，明天可能垫个台吧。哼，要下播了，拜拜。我又不是不肯唱歌，什么什么社会不让我回？怎么这样？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下午开始搬，但是早上要收拾东西什么的。拜拜晚安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下周掉头跟你说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，早点睡。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哼，看来大家都睡了，就你们几个十二级，早点休息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工作呢，不工作怎么赚钱呢？拜拜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哦。拜拜。